哎呀，这积极的，给！这个积极的，给！来，给爸爸。不给啊？一颗大的，一颗小的，你要哪个？哎呀！选小的呢，这颗给爸爸吧。来，哥哥，原来是都要。哎呀妈！一盘子全吃了是吧？吃完了，他吃了几份，他不敢给了，因为他光他爱吃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饭，他要是饭团，那个。我自己做的海苔那个芝麻饭团，吃吧。他爱吃饭团。哎呀，真香！啊，你看，这是为啥？我刚刚买没后面没给他，给让他先吃鸡蛋。哎呀！吃开心了。吃开心了。自己喝水儿。爸爸。哎，爸爸在。哎呀。爸爸。哎，爸爸在。你这小，他这叫什么来着？啊。他这叫什么塔？学习塔。学习塔啊，他就可以站着是吧？要不然他坐那个，他老想站起来。嗯。然后这个后面呢，给他绑上。如果他站不住了，他也不会。哎呀，你咋的了？这么激动？他站累了，想坐下也不会翻下。哎呀！这兄弟呢？你说我刚吃完一碗饺子粥是吗？哎呀！
这么大阵仗？哦，我是因为把一周的菜也囤出来了。嗯，囤了一堆，就是这是已经把处理好的半处理的菜，回来就炒的时候我抓一些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底下这些呢，就是比如说呢，这种西红柿、西红柿啊，弄啥的已经弄完了。肉呢，现在还在那边还没处理呢。我买了点苹果，嗯，是吧？土豆，对。哎，我这土豆有点大呀、啊。这是新土豆吗？这个是。柚子。牛油果，哦，这是肉是吧？买了一堆肉。肉少了，这牛油上来的感觉。自己会掏，哎呀，哎呀，掏俩。啊、这蜜芽最爱的一个甜甜圈都能吃，这啥啥口芋泥是吧？啊。菲律宾芋泥叫欧贝，就它菲律宾那个芋头是紫色的，嗯，就它是那个，它不光外面有，里面馅儿也是那个芋头的，嗯，它没有很甜，嗯，好吃，还可以吧，太甜了，你吃不了，然后给自己理了个发，米娅也理发。对，我也理了，剪短了吧头。对，彻底剪短了。现在它扎起来了。因为我跟他说，就是你给我留一点点扎，就是因为有时候短发吧，就是照那么一点点的时候，你还是想扎起来的。嗯。说你给我留一点，我能扎。然后他给我留了一点，刚好能扎一点的之类的。嗯。就没有那么重。然后他给我剪头发的时候，那个理发师狗，他说你这头发也太多了。我说我是，我说去美容做头发的时候特别费料，说嗯，你这个头做头发费料还费时。我就给他说一句，我说我头发已经。是，就是产后掉了一半。他说你有孩子了？我说嗯，是的。他说你都掉了一半了？我说差不多。他说你凡尔赛，你这是？那必须是凡尔赛，这是也没有凡尔赛。就怎么说？哎，我的发际线掉的有点高，这是为啥后来有一个刘海的原因？哎呦，顺着就往上爬呀，来、哎。哎呀，真甜！这是蒸熟的苹果泥。有过经验的观众应该会发现，它全部都是纸屑的，什么焦米粥、苹果泥、苹果水之类的。哎呀，吃完了。嗯。吃完了。吃完了。啊。哎呀，这开心的。这是你的，给，还真吃，爱呀，爱呀，就越来越舍不得了，就是，嗯，越来越心疼了，是吧？嗯，啊，现在他会逗弄人了。所以就是动动人，这才是有，就是会有跟我就有反馈，会有互动，会有互动，就是觉得哎更好玩了，嗯，更怎么说，之前就是个小婴儿，现在是个小人了，嗯，有自己思想了，就是我可能你待会儿有个视频看，就是他想去按那个车，他可能自己按不动，或者是什么情况，他就拉着我手去按，嗯，哎呦。可有自己想法喽！可有自己想法喽！我的个天哪！吃完饭，
带露娜和 Nora 出来透透气。嘿，出来了，开心了是吧？嗯。哎，天起不来。来看看露娜来这闻。是你遛露娜呀，还是露娜遛你？正常一般他遛我。哎呀，有小猫猫来了，那让你看，小猫咪，好萌啊 ！Hello，Hello，Hello。露娜已经疯了，给大家看看露娜见到猫之后，哎，这小猫步走的这两步不错。给大家，对啊，好萌啊！给大家看看露娜见到猫之后是什么样的，拽住了啊！他一会儿把你拽飞了就。快走了，你吓到人家猫了，露娜。什么感受？我还是我幸亏没这么拉的，我会用这把手给个力，借了点受点力哈，要不然就飞了，要不然我直接飞了。